我们慢下来。果冻使用三种二次色。
的，橙色、绿色和紫色是二次色，因为它们来自三原色。啊哈！让我们左摇晃的波动使用三种二次色，让我们。变成紫色色调，不合颜色是多么的有趣。让我们定好定时器，等果冻冷却。准备好看你的果冻了吗？色彩是如此的美妙，灿烂明亮。就要静止，如果你没有静止，你就被淘汰。坚持到最后的人胜利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跳舞吧。这音乐让人开心，来跳静止舞。我们继续扭动，来跳静止舞。节奏。
这音乐让人开心，来跳禁止舞，我们继续扭动，来跳禁止舞。我们跳舞和跳跃，跳舞直到累倒，随着节奏摇摆。这音乐让人开心，来跳禁止舞，我们继续扭动，来跳禁止舞。
真有趣，拍照贸然。让我们欣赏外面这美丽旅程，在奔跑的查理。我们到了吗？没有。我们到了吗？没有。我们到了吗？没有。我们到了吗？来玩个游戏，看我们在哪。你们来告诉我看到了什么，在奔跑的车里。你看到什么？一个仙人掌。你看到什么？一个风滚草。你看到什么？岩石。你看到什么？一列火车。这真有趣，拍照贸然。让我们欣赏外面这美丽旅程，在奔跑的车里。我们到了吗？没有。我们到了吗？没有。我们到了吗？没有。我们到了吗？来玩个游戏，看我们在哪。你们来告诉我看到了什么，在奔跑的车里。你看到什么？一个谷仓。你看到什么？一个风车。你看到什么？一头牛。你看到什么？一台拖拉机。这真有趣，拍照冒烟。让我们欣赏外面这美丽旅程，在奔跑的车里。Thank you.
妈来了我痒痒，我该怎么办？妈妈来了我痒痒，我该怎么办？妈妈来了我痒痒，我该怎么办？我会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哈，呼呼呼呼呼，嘿嘿嘿嘿嘿，一起大笑真开心。哥哥做了个鬼脸，我该怎么办？哥哥做了个鬼脸，我该怎么办？哥哥做了个鬼脸，我该怎么办？我会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哈，呼呼呼呼呼，嘿嘿嘿嘿嘿，一起大笑真开心。今天出的宝宝洞，我该怎么办？今天出的宝宝洞，我该怎么办？今天出的宝宝洞，我该怎么办？我会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，呼呼呼呼呼呼呼，嘿嘿嘿嘿嘿嘿嘿，一起大笑真开心。爸爸发出有趣声音，我该怎么办？爸爸发出有趣声音，我该怎么办？爸爸发出有趣声音，我该怎么办？我会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哈。当你想要得到它，说什么最好？拜托拜托拜托，当你已经得到它，说什么最好？什么最好？拜托拜托拜托，当你得到了帮助，说什么最好？谢谢谢谢谢谢，拜托谢谢拜托谢谢，这些是你们说的礼貌哟。最好，拜托拜托拜托，当你已经得到它，说什么最好？
唱着哦哦哦哦，它跳着舞蹈，这是动物舞蹈，这是动物舞蹈，请站起来，请站起来，请动起来，请开双手，看看那边，我们朋友小猫，它唱着喵喵喵喵，它跳着动物舞蹈，这是动物舞蹈，请站起来，请动起来，请开双手，看看那边，我们朋友小猪，他唱着哼哼哼哼，他跳着动物舞蹈，这是动物舞蹈，请站起来，请动起来，请开双手，看看那边，我们朋友小鸭，他唱着呱呱呱呱，他跳着动物舞蹈，这是动物舞蹈，请站起来，请动起来，请开双手，看看那边，我们朋友老鼠，他唱着吱吱吱吱，他跳着动物舞蹈，这是动物舞蹈，请站起来，请动起来，请拍双手，看看那边，我们朋友小猴，他唱着哦哦啊啊，呜呜啊啊，他跳着动物舞蹈，这是动物舞蹈，请站起来，请动起来，请拍双手，看看那边，我们朋友小象，他唱着呜呜呜呜，他跳着动物舞